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汪妈妈，我不是医生，我不是非常的清楚什么叫做周边血。至于干细胞移植，我在新闻报道中我曾经看过，可是真实到底怎么一回事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非常的确信，我们宝贝班有一个家庭，有两个好可爱的孩子，一个是谁呀？一个是云妹，一个是伟哥。他的爸爸妈妈叫做明雄跟美珍，他们非常的爱我们宝贝班，甚至在过去的三个半月，我们在直播远距教学的时候，每一个孩子，不论是云妹或者伟哥，都好棒。你看，这个是云妹在祷告，你看这个云妹怎样，她指着电视机。哇，他们还拿着怎样灵骨怎样在跟着怎样纯一姐姐怎样在律动。在我心中，他们非常的挺我们，这么的力挺其实是带给我们很大很大的鼓励。可是你知道吗，现在这个家庭四个人里面有两个人，就是云妹跟妈妈已经住到台中的荣民总医院，就在上周三的时候他们已经住进去。因为云妹要在两个孩子里面，她要首先她要进行干细胞的移植。就在上个礼拜六，你知道吗，她的妈妈写 LINE 告诉我，他们已经住到无菌室。哦，我看到的时候我在想，什么是无菌室啊，我都不知道。可是我有画面，是不是进去要给他们吃喂药给他们吃，都要穿那个隔离衣啊。然后妈妈还告诉我，她在无菌室里面，云妹哦，要连续做10天的化疗。就在这个月的9号，她要植入一个我不是很懂的叫做周边血，接着呢就是要做什么干细胞的移植。这是一个很尖端的医疗，他们呢之后要住在台中荣总2个月。然后呢，云妹出院之后就换她的哥哥叫做伟哥，要跟着爸爸住进去。一家四个人就有2个月是分一边住的，一个在家，一个在医院，一个回到家，一个又要去住院。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段日子。所以我们就请了 OMF 的宣教士邵美妈妈，还有她的丈夫叫伟国爸爸，录制了一段话，想代表宝贝班来鼓励明雄跟美珍，当然也包括了云妹跟伟哥。我们一起来聆听伟国跟邵美的勉励的话语。美珍，很高兴认识你，也看到神在你们的家里面做了很多的很奇妙的事情。我很记得去你家探访你的时候，听到你说你们每天晚上会一起有亲子祷告的时间，很棒，真的很开心。也每一次看到伟哥云妹对着那个电视机低头合掌祷告的时候，让我非常感动。谢谢你们很用心的去陪伴这一对兄妹来认识耶稣，能够帮助他们从小就有一个永远是他们朋友的神在他们身边。伟哥、云妹他们将要面临这个很重大的治疗，我希望你们都记得，每一次当你们或者是他们觉得很困难、疼痛或者是孤单的时候，记得我们整个宝贝班的大家庭会用祷告托住你们，记得加油哦。我们都期待上帝的恩典保守伟哥跟云妹，在治疗的当中有上帝的同在，也有主耶稣的保守，赐给他们有平安，心中能够有一个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耶稣的那个心智。我们相信透过上帝的恩典，你们一家能够蒙上帝更大的祝福。接下来我要邀请汪慧馨天使跟手跟他的爸爸来唱一首歌，这首歌是用二重唱的方式表达，这首歌的歌名叫做《我心灵得爱》。
安宁。其实这是一个英文翻译成中文的一个诗歌，它的英文的歌名叫什么？ It is where with my soul。 什么叫 where？ Where 就是 OK， 我是 OK， 什么地方是 OK？ 它指的不是你的外表，甚至不是你的健康，是我的灵魂是 OK 的。那好像是在我里面的比在那世界在外面的更大。等一下你在听慧馨跟爸爸二重唱的时候，到了第二段的歌词会讲到什么？号筒声吹响，主在临掌权柄。这其实就讲到你一个灵魂之后主耶稣会再来，这个就是 soul， 就是那个灵魂。这首诗歌写歌词的是一个律师，叫做斯派弗律师。大约在150多年前，1871年的时候，他是律师，他也投资芝加哥的房地产。在1871年的著名的芝加哥大火的时候，他投资的房地产付之一炬，他非常的难过。隔了两年，在1873年，斯派弗律师要带着妻子还有4个女儿到欧洲去度假。他们买了船票，那个船要从纽约出发到法国去。可是就在船要出发的当天，他的律师事务所有些的事情让他耽搁了，所以最后是他的太太带着4个女儿搭上那条船。可是没有想到他在事务所的时候，他听闻怎样，糟糕了，发生了船难了，就是有2艘船在海洋中怎样相撞。可是他怀抱着一线的生机，他在想，救难队、搜救队已经出发了，或许他的4个女儿跟他的妻子可以获救。结果他在律师事务所接到太太拍的电报，太太的电报是这么写的 ：“Saved alone， 只有我获救。”他好难过。这张电报目前仍然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面。他心爱的4个女儿，最小的是2岁，最大的11岁，就葬身在汪洋大海里面。你知道这个船难发生之前，事实上他有一个儿子，他唯一的儿子却得了心红热病死。他想到他从此没有一个孩子，他很难过。不久之后他就买到另外一张的船票，他就怎样搭船要到英国跟他的妻子会合。他跟他妻子会合的时候，他们有一天他们就站在海边遥望着前面的汪洋大海，他4个女儿就葬身在那个汪洋大海之中。斯派弗律师站在岸边，他就看到那个海浪啪啪啪一波一波的拍打上岸。那个时候上帝给他一个灵感，他写下了这个歌词 When sorrows like sea blows low， When sorrows like sea blows low， 当悲伤加一个 S， 当悲伤他是个心爱的女儿就葬身在那个汪洋大海里面。他对女儿的思念，他的心痛，就像此刻的那个海浪啪啪啪一波一波的涌上来的时候，他写下一个歌词 It is where with my soul， 我这么难过，现实是那么的残酷。 It is where with my soul， 但是我的灵魂是 OK 的。这真的是一个神迹，只有神活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在艰困的环境中仍然可以看见希望。斯派弗的律师的希望是很大的。等一下你认真听慧馨跟爸爸有唱到第二解歌词的时候，有一句话说，求主快再来，使信心得清健。他们盼望他4个女儿虽然睡着了安葬了，可是有一天圣经应许耶稣再来的时候，
基督徒是已经葬在土里面的人，是可以复活的，他们可以怎样，他们再可以重聚，使信心得亲近，他可以跟他是个女儿，甚至他的儿子怎样再相见的。我觉得这个信心对我的鼓励很大，我希望这首歌也可以鼓励明雄跟美珍，甚至小小的云妹还有伟哥。现在我要邀请我的宝贝女儿跟她的爸爸，我们聆听他们来唱 It is well with my soul， 我心灵得安宁。谢谢慧心跟爸爸的二重唱，哇！慧心跟爸爸怎样负责唱诗歌，其他的宝贝班的家人要怎样？要祷告，因为干细胞移植手术是一个非常尖端的手术，而且机会难得。我们求主怜悯，让这个手术可以成功。我们求主怜悯，让云妹跟伟哥怎样？虽然住在医院，可是因着有信心，他们可以安稳的在医院里面度过。非常需要你的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再祷告。除了祷告以外，我们把握住了上个礼拜六是宝贝班的毕业生祝福会，然后呢，可正长老也在这边，我们请可正长老来给云妹还有伟哥祝福，然后呢，我们全部人激发我们的热情，用我们全身的力量，全身全意的为你们喊加油。希望我们的热情，希望我们的全心全意，你们感受到了，一定怎样，要坚持下去，
要相信上帝是无时无刻都与你们同在。伟哥，姨妹，你们好，耶稣爱你。在你这段住院的期间，耶稣仍然时刻与你同在。在你难过的时候，可以向耶稣祷告；向你欢喜的时候，也可以向耶稣祷告。无论任何时候，耶稣都会与你同在。我们也都爱你，宝贝班所有的弟兄姐妹们都爱你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